坚持乡是个山高路也弯的地方，咱们弯来弯去是要弯到哪里去呢？从内湾开始进入坚持，我们要到北角吊桥，跟我们的原住民同胞学习高空修吊桥，这不是简单的工课呢，吊在半空中，脑袋也空空，危险股比比喘，男子汉带着虎不能怕，怕高就不能当个顶尖的吊桥人呐。修完了桥，咱们沿着弯弯的山路继续前进，在山里面再抓个3个小时，就会到达行程的终点司马库斯，跟着主人学习大自然的智慧，最后走上司马库斯古道，我们要进入梦乡的花园地，去寻找司马库斯巨木群，去看看亚亚巴顿神木到底它大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好了，被代表兰克啊，我这里有旅游的行程，冒险的历程，只要你跟定我沈文成。到这里开始就游客的车就很少了，几乎看不到，太远太高。等我谁干啊？这样，会受不了。我们再忍耐一下吧。预计差不多7-8点才会到。老爷，有岔路呢，要往对。要唔就白啊？哦，那家司马库斯是右转呢，啊，不过我会记得那唔是右转啊。因公到家爱左转呢，啊，不过白啊，下司马库斯啊。一丢妈咪，西人住，一丢啊，应该是往左边的丢啊。叫两个司马库斯的款啊！司马库斯，这司马库斯嘛，下来字不讲。哦，明天是的，对。对。安尼左转，安尼左转。我够干的啦，要往左哈，顺着大路往左，左边走就对了。OK。好。耶呢，司马库斯。车子很远，也要走很远。远。遥远的司马库斯在坚持乡几十个山头的那边，折合时间来计算，算算也要3个多钟头。虽然路途又长又弯，但请您千万要坚强，因为岔路很多，一个不小心呢，就会走上了不归路。哎呀哈，往秀兰的方向走不错，入山前先别急，山区采买加油不方便，所以咱们要从头开始，从内湾出发。这是一条另外内湾啊，这人呢好现象，证明我们的节目多少也有一点功劳，内湾那里拍好多次。大家好，大家好，这个是假日的内湾啊，现在人山人海，现在天气好，大家都出来这样疏散一下筋骨啊，扶老携幼，全家总动员，这就是我们节目那个宗旨啦，希望大家接近大自然。我今天来内湾要冲啥呢？顺便来补给，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就是司马库斯。司马库斯大家知道哦，遐个那个世界级的神木在那等我。那我们在京区就没有什么商店的，啊，所以我们尽量把一些补给品呢，在这边就一次把它弄齐了，那我们就等一下就进去了。好 ，OK，Showtime，Let's go。
凉，三个啊。内湾像条分界线，划开了汉人和原住民的世界。这种感觉在星期天是特别的强烈。挥别人挤人、挤死人的内湾，我们要奔向大自然，上山修行去。修什么课呢？修一堂人类与自然相处的课，修一堂原住民朋友智慧的课。今天这堂课呢，就从北角吊桥开戏。Oh my god！ 哎呀喂，太帅了！这一段还没有做好，还没有铺哦。看到一样光亮。大哥啊，咱这个尖石乡哦，唔啦风光明媚，奥连关这个特色，你有注意到？就是它的吊桥特别多。没有办法，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原住民部落跟部落之间的联系呢，就要靠吊桥啦。所以说维护吊桥、修吊桥、做吊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项工作的，对吧？啊，所以我们那从事这个修理吊桥的这一群人呢，算高危险群的。啊，今嘛拢无啥人想走，嘛无啥人要走啊。剩我几个朋友吼，怕死无退，因为他是大冒险家的，对吧？啊，我们这样从这边上内湾这样过来路过要进去啊，啊，因多底下咧修吊桥。一定爱甲因鼓励，吼、哦，甲因关心一下。你我是不是啊？好，来去啊！哎，我的朋友，同胞。喂，哦，怎样？哎，好，看者，你看这个面有情况，这跟阮党政的卢改组，我们乌代的，怎么跑这么远来这里？这边的钱比较好赚呐、啊。啊，那、啊。你的头目啊，我的头目啊，大勋，哎，呀，来，辛苦了，哎呀，请假了，这隆重特别给各位介绍，哦，这咱坚持来的，我那是专家呢，吊桥专家。拿个绳子带来一下。这站在上面工作不是会皮皮抓吗？没办法，为了逃生。哦，危险，危险，危险。做这个吊桥哈，第一个真的不能站久，不能站久。混乱，你吊下来怎么办？没有人赔偿你啊？没有人赔偿。对。哦。大哥，你现在上去干什么？我上去接刷油漆。刷油漆？不是加毛渣吗？对，不是柏油吗？对，没错。哎，董爸，考你哦，为什么要擦那个柏油？防锈。哦，防锈。哎，防水。防水。哎，美观不是？美观也是包括在内的。哦，黑黑的比较好看。哎，对。哦，跟董爸一样，也黑黑亮亮。哎，黑亮亮。哎，我现在吊上去。对。这个难洗哦。闪远一点哦。对，闪远一点哈，你的那个摄影机。听这个点啊，加念着卡吼，工作人员全闪到一边，我的同胞却从未退缩，真是令人敬佩啊！啊，我是被闪闪没了，谁叫我是主持人呢？我上去感受一下你们的心情，好不好？好，你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怎样？你有什么事情要交代？什么盆地工程？哦。会咬呢，会哎呦，啊，再上去哦，好不能往下看呢，可是不往下看怎么工作，要这样跨坐，对啊，你们都这样子哦，对啊，啊，你好，喂，好，慢慢来哦。好，可以了。啊，又水性又水。哎，怎么在下雨？哈哈，被我踢到。兰哥，真正的皮皮抓呢，不寒而栗。这还不高哦。
可是想想而知哦，他们做那个100多公尺啊，那真正迄落感觉恐怖。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想，我们原住民对台湾的那个进步啊，很有贡献的。从很早的时候的远洋渔船，都是我们原住民在跑船。然后呢，后来那个十大建设的时候，啊，外劳还没有进来，都是我们原住民。你看那个高楼大厦电黑帮模原住民，啊，除了我们这个做的调查是我们原住民在做之外哦，还有呢，我碰到很多那个挖那个隧道啊，隧道原住民，你知道吗？北移有没有？那个装炸药点点火，那个都是原住民啊，砰砰砰砰，原住民，真的是很危险呢，又没有确保，又几千万两的，现在还没有封呢，万一封大的话的。之后啊，我们在上面就没有办法作业了，就辛苦了，不一样。来个劲，无名英雄，你要怎么下去、啊？你这时候要放你的钢绳那边吗？你的 Oh my God！ 左手，这左手要放那个钢绳。慢点、啊，慢点、啊。好，你这手左手放着那个左边的，对。了不起，数十年如一次，有办法坚持到底。我知道你的工作是很危险，也是那但这种工作，你有没有考虑说要放弃啊？什么？放弃倒是，当时做这个工作哈，真的感觉真的是很无奈。为什么？无奈，因为我们本身哈，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读过什么书，那时候有一个构想，不管怎么样，我们把这个技术把它学会，哦，以后帮部落做一点事情，对，帮部落做点事，让天，这理想真是伟大。多少人的梦想是买名牌包包，换贵贵的轿车，只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愿意服务自己同胞的人又有几个呢？失落已久的精神，在坚持相处不见。离开北角吊桥，也是更漫长的路程。重重山头之后的司马库斯主人到底为什么要住得那么远呢？让客啊，这山路7弯8弯，弯到我是头晕目眩，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直到阿红搞我话这，原来是检查哨到了。哎，阿红，检查哨到了，我们去办一下手续。检查所横山分局，报告二审。哎，先生你好，你要去哪里？哎，我要去司马库斯，我是沈文成。啊，你好，陈大哥，你好。我要去司马库斯了。啊，司马库斯哦。那你们几位人？啊，7个。7个是吧？哎，麻烦一下你们的证件哈。好。我进去要办入山证。了解。阿婶，哎，这边是不是有2个司马库斯？要不然，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半路的山的地方哦？那个牌子的一个御封也是写司马库斯，写司马库斯啊，这边又是司马库斯。哦，这样子哦。嗯。那司马库斯是有以前是他们的地名呐、啊。嗯。那以前司马库斯，现在黑色部落那司马库斯，现在他们盛传说风景区的司马库斯。哦，就是神木、啊。对，神木群那边地方。哎。那以前新光跟镇西堡，那以前也叫司马库斯。可是都有神木群啊。嗯，那都有神木群，对啊，没错、啊。那糟糕了，那怎么办？那我跟他们讲，你们上去差不多39K 处那边哦，左手边往下。哎，左手边就往下去，就是往司马库斯那边有一个木头的招牌。哎，你就顺着路下去。哎，那路上要小心了，因为那路蛮小的。哦，了解。兰克，思思有2种，一种是到镇西堡星光，
一种是到那个黑色部落啊，哎给哈，哎。好，沈大哥的办好了。OK， 好，办好了，谢谢。你下山，下山记得这一张要缴回给我们。哦，好，白色单子。哦，好，谢谢，谢谢哈，我走了。哎，沈大哥，等一下，什么事？麻烦你下好不好？因为司马库斯那部落那边很少，你这几天很久没有下山了，说有这几封信哦，麻烦你顺路一下。啊，交公差哦。哦，何乐而不为 ？I love to. 感谢，感谢。哦 ，It's my pleasure. 很荣幸的。好，感谢。抓个公差。奇怪。他们信都是集中到这里，对，都集中在这边放的。哦，他们有下山的，下山才来拿。哦，这个有，万一有时效性的，有时效性的话，对，要赶快先送上去。好 ，OK， 放心了。好，麻烦。给你绑个搞，好，谢谢。行。啊，岔路搞。对，左边就是司马库斯，右边就是珍稀堡清光。珍稀堡神木我们去过啊，哦，还有送长老。吃到他在那个山中采回的野生蜂蜜，哇，好吃！不好走哦。司马库斯在哪里呢？跟野鹿还没看到，是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村落，离开一个又一个灯火通明处，大地又陷入一片黑夜中。司马库斯怎么还没有到呢？到底在哪里呀？哎，看到灯光了，司马库斯到了黑色部落。啊，你待完这么久啊，这节目做啊，做啊，暂时才有这个机会亲临司马库斯。Oh, what a nightmare December back in Sepulchre. For a very special time for me. What a lady, what a night. 干嘛？有人在吗？有人在吗？哪个？哎呀，禽兽在躲。我看这栋建筑物起了敢那袂歹，这大了一定足舒适，但是找无迄个负责人在啥物话吼？小姐，有人在吗 ？Hello， 有人在吗 ？Hello， 招对。Hello， 哎，你好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嗨你好你好，我是谁？你认识吗？哎，认识认识。啊！没有吓一跳，啊！请问你要住宿吗？对，我在住宿啊。那你是这里负责人？这边没有负责人，我们这边是共同签名。那有可能你要住宿的话，要先到服务中心那边去登记，然后看你所需要的房间啊，然后再帮你安排这样子。客服中心应该是加不唔对了，难听。拄只阮咧兄弟咧讲的话，我即马啊无啥明白。来、啊，不管了，先去登记再说。Let's go。小姐你好，这请问还有没有房间？有，这边可以翻那个相片，然后我们住房的每一栋房间的相片都在里面。你们这边民宿好像很特别的，听到兄弟讲说你们这边管理经营的方式跟一般的民宿都不一样。嗯，我们这个对是比较不一样，我们是整个部落的山庄都合在一起共同经营这样。是哦，对，公共造场大，据说从开始设计规划一直到这个建起来，然后。开始往外推广都是部落的人一起，对，都一起，全体参与，对，就全部部落的人都一起在工一起工作。如果有赚钱就大家一起分，没有赚钱的话大家就忍耐一点。对，啊是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是。哦，兰克啊，这里真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呢。哎，那个就是你们这个司马库斯大神木。对。啊，我们就是为他而来的、啊。慕名已久，那边也是嘛。对，那一边也是。
真是你们部落的精神象征。谢谢你，不会。走进黑夜里，司马库斯在山中静静闪耀着，又怎么会叫做黑色部落呢？不过想也很奇怪，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司马库斯采行共产的方式来经营部落？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那么多人愿意千里迢迢跑来这里？黑夜中传来风的声音，像是要诉说些什么，也许是祖灵对子孙的交代吧。拉克，马鲁尼基斯马哈，古拉德提万瓦比，苏鲁阿尼亚朱加库，乌帕纳卡巴隆，乌帕纳卡巴隆，乌帕纳卡巴隆。像是大梦初醒般，突然感到些许冷意，时候不早了，赶快停课，明天还要早起呢。7点了。差不多，来去吃一下便当饭，开始一天喽。一大早，部落人群就全部集合到广场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我们这些习惯早起的平地人也跟着一大早起床。不过山上没有咖啡，真是令人困惑。加紧脚步，赶快吃早餐，我们要去凑热闹，看看发生什么代志。你村民拢集合在这个广场，这样在冲啥？还有矿脉的。你们要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是要共同经营，目前在休息中，八点上班了。哦，开始要做工作的分配简报。还有这个负责人。一天哈，在这一个礼拜，我们部落共同经营这个平鲁纳呢，我们就要开始展开新的一天了。那我很希望说，在工作岗位上呢，能够大家做得很顺利哈。那以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尤道长老，来负责分配的工作以及，所要勉励的一些话，就交给尤道。好。那我们还有个妈妈在九路路，伊可是那个来海个尼罗伊过来不叫阮个尼个，罗卡特过来，给罗卡特过来路。族人仔细听着长老的分配，因为这就是他们今天要做的工作。资本主义下成长的我们，还真是不太适应共产制度呢。如果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要推一个工作，一下子大家都来了。希望这达到那种理想的境界，天堂的小的缩影呢。这个是扛那个木桥的材料的一个小组，你看，南路由杨内国光来去带领这个组的部分，对，分工啊，都分工，对，每个人各展所长，对，每个人都有工作，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正好像一个大家庭，对。好，谢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部落能够共同在这边经营哈。虽然我们分的不多，但是我们够用就好，我们不要要求很多哈。感谢上帝了，给。好，我就是念名字和内容，就是一个来。马赛长老这边领你们的这个零用金，给零用钱哈。好，沙盖，好，沙盖。哎，我不要两张，你说的过。我不要两张，我准备要下山了。你要工作呢？还是要工作啊？长老现在在发什么？我这是发薪水啊。薪水，月薪的意思。哦，零用钱呢？人事部都一样，里面的钱都一样，数目不一样。我看名字，你的工作也能退的啊，你可以请假的。哦，你还要请假的，都要算一下，要核对。对，要核对。因为出纳是这个这边。还有出纳啊，出纳是会计。会计。130个人的小部落，在发展协会的努力之下，有条有理地经营着。
付出的努力应得的报酬可是一清二楚。虔诚的信仰，祖先的智慧，司马库斯人很快乐。所有整个部落的土地呢，土地哈、没有属于个人的，而是大家的财产。很满足的呢，生活是物质的啦，什么都很满足。就是像这种方式在、在大陆他们叫共产党了，只是讲说我们只是在延续祖先过去这样的精神。哎，沈哥，对不起，这个月你没有薪水可以领了，因为你上个月没有工作哈。那下个月再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你就有薪水可以领了哈。在这个新的一周的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祈求上帝哈，那我们祷告上帝能够来帮助我们。那是不是我们请以光长老为我们这个礼拜哈，或者今天的开始的工作呢，来做一个祷告哈？我们就请以光长老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Ya kami cukup langkah yang penting ini sih sistem wise walai. Ya kasih aku kau terhai. Musa mestama sunan kau singusan aku tenunan aku kebencangan. Kau aku nyemen singusun metio. Ya kisah mis aku kenauka. Nai inungan aku sunan musa maras kau rak sebagai sami. Nuali sami aku kenalu aku sunan. Ya kisah mis aku kenauka. Kau tu aku terhai wise walai ya kau cukup langkah. Oh.跟着牧师祷告，心情都特别的舒服。这司马库这真的是充满爱的地方哦。做完祷告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男生一边，女生一边。司马库斯的男人、女人工作分两边，一边出力，一边细心，两边一样都要用心。个人有个人的工作，谁也不会吵，谁也不会少。这样的分工又合作，实在是有趣极了。走在部落里，看不到台湾随处可见的垃圾，刷流啊美冠洗掉。而这里分贝最高的，除了鸟叫声外，大概是乌高鸭吧。整齐的规划看得出主人们的努力。那是看到这么高的后代，祖先一定会笑嗨嗨。我真是羡慕啊！好山好水中的好人们，努力创造一个小小的天堂，一个梦中的乐土。兰哥啊，司马库斯真是一个人间仙境，实在很美。哦，真的很新鲜哎，第一次哦上这种景观厕所。哎、欸，你本事还苦嘞哦！上面还有一个落地窗，给你看那個、看那个风景，这整片山呢、啊，一览无余，拢你耶！我懂，这他们真是绞尽脑汁啊！他们这边就是希望顾客到哪里呢，都能欣赏到他们不同角度的这个美，真有心。睏一个水眠，啊来这放一个啊这，下摆再讲啊！哦，大家来感受哦，请落落。到了上班时间，有部分族人会被分配到木雕工艺教室，制作各种实用的物品。从厕所的洗手台到房屋的建设，都是他们的作品，真正是有够搞的啦。而妇女朋友们则要按照季节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从竹笋、小米到水蜜桃。高年级的小朋友们就要到对面山头的星光部落住校念书。司马库斯的人们因为信仰而努力向上，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平常来没什么人，因为大家都去做工了。啊，兄弟，怎么了？搬东西啊，搬不妥啊！啊，那个做桥，而且做桥啊！啊 ，yes。三，上，六分。好，起来。哎，站。这个木头要扛到哪里？那个后面。这边上去。对，这个下，这个上面上去，这是上面的。这个也是要上去，要，放马，上，打开了，哦，爽，赶快闪开，往上下来，哦，这全部都要这样弄，这个大的也是。
这个到了也是。哎，对对对。你不会砍一节一节？因为那个，这个要锯一节一节上去。因为那个钩哈，就是把那个叫什么，把那个组织就是。哦。有一个阶段的话就没有力气。啊，这个步道通到哪里？有一个森林公园。森林公园。那公园很漂亮吗？是，也是原始森林。原始森林多远？坐二十几分钟。坐二十几分钟，我们可以去看看吗？可以，可以，等一下我们就过去。啊，很漂亮。保利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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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保利龙。啊，我看看。它不动了。有了，有了，有上来了。有了，有了，有了，上来了。可以啊，这好可以。怎么用变的？我光这样砍，我这边就受不了人动了。我看看，我挑一根比较适合我的。这个两斤半哈，两斤半，两斤半，这那么多。哎，我放个方向好不好？拿一下。Oh my god！ 这头真的往前面。哦，你要没有这个没有问题，没问题了。哦 ，OK， 小大，哎，走。我的那一夜。想起那个初恋的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哇，大哥，哎，真叫我够胆！我现在才了解说，我们司马库斯的年轻人是多么的勤奋啊！他们的精神真的是要多学习。我这个是上轻的嘞，真叫真叫闹鬼，这迷你赛事的啦！啊！等生意了哈，我尽量了哦。OK。适当的利用自然资源，再加上生态功法，这是司马库斯人常年智慧的累积。哎呀，长老，你最近在这儿开工了？哎呀，哎，我很丢脸呢。卢卡族的根本比不上你们戴亚族，你看你们的扛的都那么粗，我扛的那么细，啊。你们会不会笑我？不会啦。会不会取笑我？不会啦。司马库斯年度新计划就是打造一个生态公园，于是动员族里面所有的男人先开路再铺桥，希望整理出一个好环境，让平地人可以更贴近司马库斯，更贴近大自然。长老们的计划，年轻人的努力，让司马库斯充满了活力。我们本地人实在是有福气，要谢谢原住民愿意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家园呢。大家小心哦！啊，你们辛苦了。那我跟那个头目先进去里面了。哦，好不好？那我们下午见了。好，拜拜。辛苦，辛苦。哦，小心安全。好。一条清晰的步道，一个正在打造的天堂。男人们用汗水一点一滴整理出他们心爱的土地。哇哦！小心哦！哦，这边很陡哦，危险哦！还好你们有拉水管。然后身体要抓紧哦。哎，宝木这边很多那个呢，宝贝。很多很多很多。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听说他们说这个是完全装备吗？完全装备。哦，这个很多故事哦，这个是哦，对的。这个你们戴亚话叫什么？哦，我们这个叫做格木优爱。哦，那么长，格木优爱。格木优爱，这个优爱是猴子。哦，优爱猴子。格木是它的名字，叫做格木。这个格木哈，冬天的话，它的叶子是会这样。卷起来。卷起来，所以猴子就是这样。哦。他容易把这个东西因为猴子是喜欢把这个岩壁悬崖嘛，哎，悬崖的悬崖，它虽然很陡，只要有这个，他就不怕了。他抓这个的话，就不会下去了。住在山上的人最懂得与大自然相处的道理了。他们看看花儿，看看树，顺着自然过生活；而住在都市里的我们，看看电脑，看电视，早就忘了外面还有不同的世界。给了吧，堂堂一个大头目，那背哪呢？啥嘞？啊，沿路有垃圾桶那捡那捡，从那个小地方小动作就可以了解到，人家说上行下效，他们的部落的主民啊，都会学到这种自动自发的精神。
他们真是很深爱他们的土，这片土地。那你、啊，我这样跟着那个头目这样绕一圈，哇，真的感触很深。所以到他们开放这片森林，然后费尽苦心的铺路架桥，我想他们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吧。也许你会问，难道每个人都愿意共享吗？事实上还有部分族人不愿意回到山上，但个人有个人的选择。风中传来的声音，也许那是祖先的指示吧。五爸那个巴鲁，五爸那个巴鲁，五爸那个巴鲁。长老，嘿，那个火爸火巴鲁是什么意思？我火爸巴鲁的意思是说，那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木头的意思。哦，巨木。对，巨木的意思。对对对对。火爸。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个巨木呢，我们现在给它的名字是雅亚格巴鲁。这边视野非常的辽阔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我们的部落传统领域哦。一眼望去就是你们的猎场。对，都是我们的猎场。对。原住民在山上打猎也会有分领域的习惯，这是你的猎场，那是我的地方。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这几年来，为了保育，反对打猎的声浪出现了。但是我跟你说，真正好的猎人只会猎取适当数量的猎物，生态均衡的观念，免人家营造的灾咯。你说是不是啊？那个巨木在哪里？哦，巨木群哦。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林线有没有？啊，那这个林线转个弯就到了。转个弯就到，讲得很轻松呢，大约两个小时的路程。你看原住民就讲什么都很轻松，转个弯就到了，转个弯就到了。那个弯，转个弯就到了。对对对，两个小时的时间。人家啊，给你交代一件代志哦，你若来山顶佚佗哦，千万爱注意原住民的那个时间跟那个距离的观念啊，因常常来讲。你来问讲在那边，你说在那边，哦，哎，那边那个字就是表示时间跟距离哦。如果说在那边，跟他照看就给了。在那边后，你都头壳莫在烧，坐在等啊，哈，嘿嘿，那是叫不啊？那个巨木在哪里？在那边转个弯。让给阿麦提起哈，这可是我们大冒险家室内来与原住民接触的宝贵经验哦。对于山里的原住民来说，根本用不到戴手表，因为他们使用的单位都是可以用眼睛观察的，像太阳升起落下叫做一天，至于距离呢，就是以口气跟表情来形容的，很有趣吧？这里怎么有那个博卡石墙？哦，那是沈大哥，我们这边停一下哈。那这边的石阶哈，它是有典故的哦。哦，有来历。对啊，早期在日据时代的时候，那日本人为了推广原住民的农业发展呢，就邀请各个部落的人到这个前山那边去学习那个做田的那个梯田的那个那个训练，也有农技队啊。有。那后来就是我们的祖先也有过去嘛。有过去。那回来以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部落的一个田地的一个实就开始实验室，在这里开始实验的场所就在这边。哦，农业试验所。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我们这边种田哈，一年才收一次。为什么？因为这边天气可能比较冷的关系，就已经产量很少，就已经很棒了。大家就要缩衣节食啊。要省就对了。哥，你知道吗？要到我们的巨木群雅亚巴鲁，我们要经过六片竹林，这个是慢慢走。这个溪叫做味道溪，味道溪。那我们祖先过去大概几百年以前呢，当时他们的生活是以猎为生，打猎为生，所以他们把他们所猎到的猎物哈，就放在水里面，把它就给它放浸泡在水里面，石头压着，对，用大石头把它压起来。对对对对，所以每户人家都有一个深潭，所以我们的祖先常常经过这条溪的时候说，哇，他说这条溪的味道怎么那么的香啊？哦，就是对对对，他们的猎物肉哈，对呀，发出来香味就对了。对，真的吗？看一下几度哈，好，14.4度，哇，
哇，你这个表也可以测这个温度呢哈。第一次有人测到你们的这个水的温度。哦，应该是算第一次哦。十四，你要记得十四度啊。哦，十四度，好好。哦，味道喜之名取得真是巧啊，不过十四度的溪水中泡着生肉，真的会是香香的味道吗？这我就不知道咯。沈哥，前面一段路比较不好走，我们要小心小心走哈。哦，了解。好，小心通过哦。 OK。就是这一段了、啊、对，就这一段咯、啊、我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封闭咯，大华山呢。哦，对对对对。哎，沈哥小心咯，慢慢走。了解。呜呼，高了，很高哦。这下去不得了。小心咯，慢走。多深啊，这颗石头滚到溪底大概要十分钟哦，二十分钟就最少。它是会越滚越快哦。哇，噼啪噼啪。哎，小心哦，沈哥，小心哦。对呀、啊，现在海拔快1600了，1595。好好好。这上面，哎呦。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慢慢快速通过哦，小心哦。一定要的，你看上面石头，我一点都不放心。快点，走走走走走，不要理那个落石，赶快走吧。因为部落族人用心的维护，所以古道的路况大致良好，但是还有两段碎石坡要特别的注意哈，记得要快速通过哦，以免落石一个不小心可就下去了。哇，沈哥，哎，我们先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先吃中餐放饭啊。对对，我们先吃个中餐。哦、啊啊、这里嘛。对对，我们在这边休息。好 OK， 这边蛮宽的。好，休息啊。哇，那这个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哦，这边弄得蛮工整的哦。啊，对。这是休息区。啊，不错。哇，东西拿出来了，你有没有带？有。长老，嘿，这一条也是古道吗？也是。什么古道？这个是司马库斯古道。司马库斯古道。对对对，现在的功能就除了就是到巨木群看巨木群哈。嗯。那这条路呢，就延伸到宜兰那个地方。哦，以前你们的人要去宜兰，就是走这条。对对对对对。哎，通常要走多久？到宜兰的话，去宜兰将近要一天的时间了，一天。以你们脚程？我们当地的脚程哦，就哇，观光客可能要走两天哦。啊，现在就是两天以上嘿。到除了到神木之外，下神木以后就没有人走了嘛。嗯，没有，你去从走这条路到宜兰吗？也是有，但是现在的话都是登山客。嗯，早期我们的祖先用这段路，就是，就是为了去探亲。嗯，因为宜兰那边也是泰雅族的，也是有亲戚关系。哦，对，听说以前我们这边也没有盐巴嘛。嗯，那宜兰那边靠近海啊。哦，那所以就到宜兰那边的亲戚去背一些盐巴换这边，把你们这些山的农作物去换盐。舒服的躺在路旁，不知有多少人也曾在这儿休息过。司马库斯古道的名字其实是汉人取的，就像司马库斯巨墓它被称为老爷神墓的道理是一样的。平地人以自己的意识任意加注在别人的文化之中，是否会因此曲解了这个东西的真正意义呢？暖暖的风吹来，叫人不醉也难。嘿，我爸那个巴路不怕那个巴路，不怕个巴路，大路巴路。哎，差不多了，我们继续往前赶了。好吧，那我们就继续了。OK， 去啦，去找我们的阿阿豆。阿阿豆就是我们的树，摸阿阿豆，好八个八路。沈哥，嗯，这边是第三片竹林喽。哟吼，堂客，第三片竹林啊！哦，这刺葱，就是我们。怎么可能？刺葱？刺葱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我们炒蛋煮汤那个。炒蛋或者是我们煮汤哈、哦，
摘它的叶子了，哇，特别的香，真的是刺葱，刺葱没有骗我，没有骗你。像家里附近的比较矮，是因为我们每个就是叶子出芽，长出来的时候，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拔，一直拔，因为要用到它的叶子，就是从来没有拔过，所以它长就那么高。金氏世界纪录呢？对，刺葱，我真的大开眼界呢。小心手不要被刺到。怎么可能？我都想亲他了。他这有，我看到那个底下那个叶子，真的呢，气场啊，人客啊，你把看过这么大的气场不？有没有这刺葱？嘿，哇！原始的林乡到处都是惊奇，司马库斯人的爱奇之心反映在丰富多元的生态里面。我们有人造假山，他们有真正的山。我们有人造假花、人工草皮，他们这是满地的原生植物，还有干净的山泉水。可是偏偏我们的房价还那么贵，这些上面经营啊，我们的钱到底花在哪儿啊？第一波巨木到了，哇！这雅雅巴隆的小巴隆啊，雅雅巴隆的小巴隆，雅雅巴隆是。妈妈的巨木嘛，但是这个是妈妈的小孩，当然啊，这样的大孩子啊，都是囝娘哦。Oh my god， 那个妈妈不是更大了？妈妈比这个大。哇，太神奇了！对对对，我们终于到了哦。对啊，那要回到妈妈的怀抱了。这个那个派小孩子现在迎接我们。好，那我们要去找妈妈了。我们去看她的妈妈，好不好 ？OK， 好 ，OK， 对。从这边的角度来看扁扁的，但是我们从那边的角度看的时候呢，宽，哇，很宽哦。嗯，对对对，这个是它的树根了。真的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是呢。刚刚我记得还在问你说那个神木吼那么大，到底根有多深啊？那一般学者的说法就是说树有多这个多高、它的根有多长？多长这样子？有没有从那边然后到那边的？有没有往溪里的方向？没有尽头，对啊，他直接拉一条水管到溪里面呢，抽水。对，那可以啊，这个根那么大，可以当椅子坐着休息。这是他的根，真的呢，你看，来，不像一条巨蛇哦，它巨大的时候抽水管，就往溪底的方向哈。真的呢。来，我带你去从那边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这边看是扁扁的，有没有？扁扁的，好，来，我带你去看。哦，好。第一次看到神木长这样子，这么扁，这么宽。巨木群里的巨木这样长那样长，乌拉够格的定在那里数千年不动。这边还有一棵，这边有一棵啦。沈大哥，我们最大的雅雅巴隆我们到喽，在哪边？这边。哦，看到了，耶！过去看。哇！哦，震撼啊！五八论，对，五八八论的意思就是巨大的意思，马刀，很大。我们是马刀，马刀。昂阿豆，哇，学不起来。我们的树木叫昂阿豆，昂阿豆。你们叫古巴鲁，古巴鲁。你们叫古巴鲁，古巴鲁。对对对，我们叫昂阿豆。对，现在我们就称它为雅雅古巴鲁。为什么？对，是因为这边这一区巨木群，就是这一棵是最大的。所以它的旁边四周都是它的小孩。对对对对，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妈妈在照顾它。旁边的这些比他小的这个巨木，抬头看看老妈妈的容貌，她慈爱的眼神静静地俯瞰大地。千年过去，司马库斯人世世代代就在她的庇荫下成长茁壮，源远流长。学者他们的估计，他们也来过这边，他说这一棵，他们的估算最少差不多有3500年，这么老了，3500年，3500岁了。哇，那我们可能要活好几次哦。这个不用想也知道，对，用卡刀行来猜。这个大神木也是你们
追山猪啊打猎的时候发现的。过去早期我们的祖先打猎为生的时候，他们说有经常来这边追山猪啊。没有看到。有看到，但是过去以前没有想到说这些木头可能会带来部落的发展。是什么动机之下？大概在1980年初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头目呢，就是有天上的声音，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天上的声音告诉他说，那我们现在的司马库斯部落以后也会像拉拉山部落一样那么的繁荣。那我们就想到啊，然后他就跟头目讲说，我们部落后面这边的山上呢，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哈，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巨木，像拉拉山一样。我叫他来在这边找，然后告诉那个山下的人。对，后来我们头目就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以前我们的祖先来这边追山猪的时候，好像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木头，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雅雅巴路。自从发现以后，我们就慢慢的对外公布。啊，了不起的。Laki kemal bin kis maha urade dengan wagi suruh kami yajuh teko upa anak keparung. Lalung kami kemai walai ku sekundaknya. Ihok riak wai nautuh kain. Musayan balung kami kemai sekundaknya musa semangus ini. Ya kasa musa kemai walai sekundak. Bisa memau mizi para hijian kebelan naha.我问长老，你不觉得司马库斯很远吗？他说不会啊，我们觉得这里离大坝尖山很近很近。你看，一群住在山里面的人，竟然抱着这样坚定的信仰，建立起他们的小天堂。管他资本主义，管他共产主义，只要能让司马库斯人能够快快乐乐在一起，就是好主意。你们爱玩控制的游戏，我们只想跟山水风一起活下去。每人有每人的天地。在很久很久以前，马库斯带领族人来到这里定居下来，于是这里叫做 Smart Coast。